哎，大哥。哎，哥哥。啊，你阿姐姐在哪凉？不是哪凉啦，我是咧想讲总统要选啥人啦。是吼、哦。嘿嘿，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、欸，哥哥。是。咱两个去苗栗吼，过这台2014年八人座豪华版的哦。嗯。去到时候才走27000尔。够少的呢，重点是咱才要卖20几万尔呢。是啊、哦嗯，我讲啦，迄当阵咱是访问的时看车吼、哦，我看是全车原版件啦。嗯，其实我是咧等认证是认证好吼、哦，咧、嗯、答案揭晓啦。哦，下面咧那辆一百收赢咧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嗨，认证师，嗨，你好。这台吼、哦，2014年咧。超低里程才走6000，啊！你认证了，那车况如何？严医生讲的是，伊有符合联盟保证，他有通过 S 认证，专车大后路无漏甲半滴油。安尼哦，安尼唔得爱搭迄个机能件 S 认证合格标准。对对对，这个机能件 S 认证合格标准啊，搭嘞哈，这符合咱联盟的保固啦哈。对，哎，人家搭国控哈，哎，搭搭拢无个低里程就是低里程。确实啦，水车就是安尼啦。OK， 上传云端，哎，不过不低啊，我拄好讲已经几只顺套套啊，所以讲伊嘛符合测试结果合格标章。安尼吼，哎，啊因为伊较特殊，所以讲伊爱搭伫咱这边哩。因为认证是，哎，因为当初我去苗栗过巡吼，黄昏啦，好好好，全车原版件，确实确实是全车原版件。哎，我当初想讲吼，我关关啊给力啊吼，一定要经过你认证是认证鬼才遵守嘞。哦，阿弟呀，嘿呐 ，Yes 认证合格标签，赞，全车原版件，哎 ，OK， 哥哥，阿来咱两个成功哦，嘿嘿嘿嘿，恭喜认证师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，好好。哎，哥哥，哎，哎，咱来看这台豪华版八人座客货两用德利卡，嗯，来，相识的哦，哦，水呢，看这办法看起来真漂亮哈，来，有雾灯，豪华版的叫灯卡巴光，对啊，再来有防盗中控遥控，大灯上下调整，后窗除雾线，还有后窗雨刷，还有雾灯，姑姑，哎，是，来，我来讲这台德利卡哈，嗯。最重要的就是咱爱带人去做明清楚。杨副店长，你先来翕咱的仪表里程，29425公里。但是爱做些说明哈，德利卡呢，它有政策性召回。它在2017年12月28号，原厂有召回去换仪表盘总成。那时候的进场里程是37641，嗯，哦，所以讲咱这台要让里程保证呢，是爱37641再加上29425。所以里程保证是67066公里。嗯，对对对，哦嗯、这 KOC 爱跟人家写足清楚。对对对，而且爱付这张原厂的更换仪表盘总成维修履历。哎、嗯，因咱是诚信经营的。对啊，从这台车是走6000啦、哦。足少的啊，足少的啦。里程。对啊，冷气经 ES 认证，最冷5度。哦，足凉的呢。对啊，再来有电动窗，还有电动后视镜。来，姑姑，嗯、来坐坐。德利卡八人座第二排椅啊！哎呦，我讲哦，豪华版的只有这款不织布的迄个绒啊椅哦。哦，大哥，这真好坐呢，真舒适啊，空调也真大，佮有后套的独立冷气空调呢。那当然啦、啊，这德利卡袂遐久啊哈，哎、这人俄罗斯呢。嗯，对对对。啊，再冷再厚两相宜哈、啊啊。来，姑姑你看，这香香的那有水吧？水，这就是豪华版的哈、啊。打开后车厢，去坐这第三排椅啊。哎、啊，这德利卡就是后车厢吼，就是大空间啦。哇，够足宽嘞！太有样了，所以我们家讲叫做销售常青树。对啊，哦，这插边够真水嘞！哎，足水吼。对啊，来姑姑，你今摆来坐下第三排椅啊。好啊。哦，看下伊的第三排的大空间。哦，够足宽嘞，真好坐嘞。好坐哈、嗯。对对对。好，下来。好。难怪德利卡卖到这好啦。对啊。哦无这豪华版的这椅啊坐起来吼，叫、嗯、做舒服诶，哦，泡面叫做高诶，对啊，来哦，香香的香水，嗯，哦水哈，嘿，买车顾车来会心，祝大家汇聚人心，买卖都开心。我是薛仁寿，我是燕如姑姑。如果有喜欢我们今天拍摄的这台德利卡香车，请帮我们汇心汽车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再会，拜拜，拜拜。实在就是。SUM